哈利波特跟史内普的护法。哦，出车站就已经有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再问我就对了。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功课，我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。他们的办公室怎么这么小？嗯。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陪妈妈来圆梦了。Yes， 妈妈心心念念好久好久好久的哈利波特，爸爸终于带我来了。之前开幕人太多了，而且都很难约，这边感觉就人挤人。我们趁现在，今天感觉人少很多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逛一下。而且今天是室内哦，没有室外乐乐的行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是陪妈妈追星，让她来怀念一下她小时候看哈利波特的那个情景。啊、相信我，我一点功课都不需要做哦。欢迎来到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。今天要收两位徒弟，一位是雷文克劳的泰尔，一位是赫夫帕夫的托比。今天回去他们应该就会陪我看电影了。是街道地图上面才会出现的脚印。小到很小哎，它有4XS跟3XS。0到99岁的钱都要赚。宝贝，要不要来一件哈利波特？应该不用。这是我一直催眠很久失败的唯一一项作品。哇，just size。原本就有的也可以秀吗？应该不行。一个是环球出的，一个是华纳出的，两个是不同电影公司。好吧。他们刚刚说可以秀家族的名字或你的名字在上面，这是不用钱的。也是在卖的吗？好像是哎，这是他们的那个行李箱，哦、是迷你版的。我原本想说这边是在那个装饰的，你看这边，它放得满满的，结果它是在卖的。还有大灯，我们这个可以寄托运吗？可以吗？应该可以哦。带这个去蹲起还比较合适。哇，空空的。进来左手边，这就是很罪恶的商店，商店超级漂亮，里面都有各式各样哈利波特的风格，盖得超级精致，超级好的。就算你没有买东西进去看的话，就看到各种哈利波特场景，你也觉得超惊艳的。弟弟买好了，弟弟都比较直男，他就喜欢蛇蛇，所以他选了史莱哲林。中间这边呢，就是准备要去看哈利波特的地方，他有分时间哦，就是你买票的时候，你就要选你要几点进来。那我发现你买票的时间啊，是可以进去这个参观的时间，他提前的3个小时。还是2个小时左右都可以直接进来这边，你要吃东西或者是要买东西都可以先进来逛街。所以如果比如说你是订到晚上6点才可以进来的话，你其实4点或3点左右就已经可以先进来这边吃东西或逛街了。第一天开拍的日期哦，2000年的电影，他们都还在11岁，当年我跟他一样大，现在我还是跟他一样大。这第2集，这第3集，这第4集。这是麦教授最后召唤这些战士来对抗大家的地方，这些石像都是会活过来的。其实好有仪式感哦，他就是看完电影之后，然后直接把电影这样子升起来，然后就让你看到哈利波特真实的场景，感觉就是从电影里面然后跳出来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真实的哈利波特世界。没错没错，哎，他们的餐厅呢？教授他们都在前面。哇，小时候的回忆都回来了。校长，这个晚上来看会吓死。太逼真了吧。而且你看他这个，他故意露出来让你看到，就是电影场景是这样打造的，就像搭舞台这样。对，我们的舞台也是这样打造的。嗯。哇，会动的世界。哇，楼梯都是会动的。那不就要上去不就很对。哇，好震撼哦。
从这边进去就是我们格莱芬多的交易厅了。跟他说密码，我不知道现在的密码是什么，毕竟我毕业很久了。你真的一模一样，想当年挤破头都进不去的零点角色，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个场景都故意露给你看，就是在搭景的时候，他们都用木头搭的。这是哈利波特的第一次飞天扫帚。那可以有一组人演史莱哲林，一组人演那个。史莱芬多哎。把你的三千烦恼丝丢进去的地方，亚历的礼服还在，不知道穿不穿下。这是魔药学教室。这是黑森林，哇，禁忌之地耶！就是他们学校有个很大的森林，然后规定学校学生不能去的地方。那哈利波特不是说？哇，因为他被处罚了，还很可爱。这里好有气氛哦，在这边跟他鞠躬，他会向你示好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又要打！刚才鞠躬的瞬间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起了鸡皮疙瘩。没有带我的魔杖怎么办？啊，手也可以。练完那个咒语之后，他就倒在湖泊里面了。是他自己救了他。哥哥，我有带你去玩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设施，就有那个蜘蛛。哇，还真的是我跟你去玩的那个啊！镜头可以往上移。哦。出来了呀！走这边吗？户外世界。是往这边走。那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火车哎。这边就跟电影里面的天气一样，好热。它这样蛮香的。那狗也好大只哦。海哥的床太小了吧？太小了。海哥也太多娃娃了吧？跟你一样，每个人看到的重点都不一样。我们现在在这边，咖啡店在这边，奶油啤酒。那怎么往下？我们还有哪边没去过？首尔四分之三线在这里，所以要吃完咖啡厅，在咖啡厅掉下去这边。才是这个九又四分之三火车，这边还没结束啊，这边还有，然后这边才是出来，所以我们要再绕一大圈呢。其实我们要这样，对，我们才一半呢，先吃东西吧。可爱的，它有一个 Sado 是有这个金探子的，它这个 Sado 是就是加一个饮料，然后3600块。餐点来了，餐点它是按照学院给你分派的，像我们格莱芬多就吃比较好，就吃牛排，我们学院吃鸡排。哇，这烤鸡腿看起来很赞的，其他的餐点看起来都还不错，对啊，但就是蛮贵的。我们这样子总共点起来，还有点了两个甜点，跟点一个儿童的咖喱餐，这应该是黑莓的蛋糕，1600块日币。吃土，对，吃土了。月底的时候就要吃这个，吃土了。除了这四个学院的套餐之外，它其实还有其他的，像什么牛排的那个碗的那个，像意式料理这样，看起来也很好吃。但是真的就是不便宜啊，我们这样吃下来应该也4000多块，超吓人。开动吧！发现这盘上面就有土嘞，一个小甜点吗？啊，上面还有樱桃，超可爱的。都是肉，几乎没有骨头。嗯，只有这条是骨头。要把它来一口吗？上面是意式香料，然后加上那樱桃，有点甜甜的感觉。大 cheese。哦，有东西啦。下面是马铃薯吗？哦，甜的，你是马铃薯，然后还有料，很有趣。它真的马上会变成像一个盆栽，然后里面是可以吃的。有人要先吃杏吗？要。有人要吃眼睛吗？我要。蛋糕，我有吃到草莓在里面，啊，草莓酱，对，然后下面都是蛋糕，这个蛋糕好吃。但这个蛋糕400块，海绵蛋糕那种感觉，它比较软一点。我吃到整颗草莓在里面，还有香蕉。在这边里浓浓的。再来是这个，我刚已经有偷吃一个这个叶子，它是那个糖霜。哦，旁边这个是蛋糕哎，阿普，哇，这个葡萄干阿普。哇，里面有草莓，巧克力，里面是巧克力慕斯，所以吃起来就是那个巧克力冰淇淋的布丁版。哇，下面还是有蛋糕体，比起刚刚的蛋糕，我更喜欢。
连根拔起。他们是真的会打架的棋耶。外面的是卖爆米花还有奶油啤酒的店，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吃里面比较大一点的食物的话呢，这边点心也可以在外面吃。奶油啤酒的那个杯子啊，跟环球影城是完全不一样，你喝完之后想要回去当纪念品，它旁边就可以给你洗杯子，大家都在那边洗杯子。是那个耶，我们之前在环球影城看过。对呀、啊，双层巴士左右四分之三。哇，我们去美国也有坐，你记得吗？记得那个。这边有一间火车站的商店，应该卖很多火车站相关的商品。阿妈已经在买了，有一些商品跟外面看起来是一样的。你喜欢笔记本？它可以印名字。印名字，哈利波特就是透过笔记本跟那个伏地魔联络的。这是呼噜粉旅行的出口，他们上班的地方。他就来上班了，好可爱哦！哇，走到这边就是新的拍摄技术，干嘛吃了？这边好热闹哦！哦，他们在体验动画，排好多人哦。记得奥兰多的这个房间上面有一只恐龙哦，这里就是商店街啊，他们要上学之前都要去买书买法袍的地方。喜欢看哈利波特并且看完的人真的可以来吃一到八集的那个回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那个魔杖的贴，它这里的纸袋都超级可爱的，像这个就直接用报纸做成的一个纸袋，我觉得超漂亮。大丰收哎，这个纸袋是好像一个平均是在十几块台币，但是它的造型就很可爱。邓布利多哟，买了超多东西，然后也有买了一些商品呢，要回去跟我们的会员频道的朋友分享。没错，好久没有抽奖了，来办一下。对，然后也多买了一些东西，是要到时候直播可以开箱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到底买了什么东西。应该也有很多哈利波特迷吧，对不对？跟我一样的人。对，那这边的话，我觉得它比迪士尼的价格再贵一点，还是很好买。就真的你每个都认识的时候，你就每个都好想要拿。但我觉得这边真的太屌了，这里真一生一辈子必来的地方。真的，这里真的是很经典的，然后又蛮完整的重现了整个电影场景。而且它里面盖的东西啊，甚至我觉得1400块的票都不符合这成本呢，值得哎，超值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多贡献一些是 OK 的。OK。入口的右手边有一间青蛙餐厅，这个美食街会不会太沉浸式了？全部都是那个青蛙巧克力的那个造型。这里是卖一些甜点蛋糕，然后饮料还有冰淇淋，每个学院的蛋糕、小蛋糕都有，然后下面是大蛋糕。那外面这边就没有卖奶油啤酒，原本想说我们出来再买奶油啤酒的，结果没有卖。所以如果你在里面的话，错过就不在哦，记得要在中间那一站的时候就先喝掉，不然后面就买不到了。这里有一些像美食街的商品，你看我又有新的战利品，可爱的分类帽。对啊，它是夹子，然后它也是吊饰。超级推荐大家，如果是哈利波特迷或者是带小朋友来东京玩的话呢，这里真的很值得来，很值得。而且这边真的可以逛掉你五个小时，然后你可以一站式完成所有的东西，包括吃饭，包括买欧米亚给。十二点来的，然后现在已经5:30了，而且我们算是没有停留很久，也没有看得很仔细，我们算有点走马看花了。对，我们很多队伍是没有去排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用心玩，然后用心看的话，我觉得一整天真的看不完。真的，而且我觉得这边很特别，就是可以让你体验那个电影场景，就包括绿幕，你去骑扫帚或者是当观众，我都觉得好好玩。我觉得它真的是最高境界，真的没办法超越，因为它除了有沉浸式的感觉，有展览，有看它原本可能店里面的道具，逛展览，你如果对这个卡通或者对这电影不熟悉的话，你会觉得很无聊。可是你来这边，你不管是有没有认识哈利波特，你绝对会可以进入到他的世界里面。我觉得这里是非常神奇的，而且我觉得一开始看完那个电影，感觉有点像续，他也是在告诉你说这里是在干嘛的，然后进去之后就是进到一个 real world， 就是一个真实的电影世界，超酷的。好了，推荐大家来东京都可以带小朋友来走走逛逛。真的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嗯。在这边还看不到全貌，要蹲下来再看。我这样蹲的位置也看不到。好震撼哈！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哪一个角色？金铲子，它是魁地奇比赛里面飞很快的一个小纸球。魁地奇。
魁地奇，就是哈利波特里面很有名的一个金探子，那他的翅膀还会飞。I open and close。哦，他连这句都有味道。真的可以吃啊！等一下你试试看，但好像是巧克力，你不要吃太多好了。那我吃好了。不想吃土就要好好努力认真，知道吗？来吃土，来吃土，交给我吃。